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出的封印系统。那它目前提供的是安提温的封印，哦，那有5个部位，第一个是安提温的混沌、安提温的愤怒、安提温的疯狂，以及安提温的憎恨跟安提温的悲叹。好，那这个系统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增加我们很强的一个祭典能力哦。那我们先以这个安提温的混沌为例，好，它。 目前等级是0，那如果说呢升上去之后呢，可以依序获得这个最小攻击力加3啊，还有这个等级2冰霜属性攻击力加5以及火焰属性攻击力加5好的这个效果。那3的话是神圣属性攻击力加5以及暗黑属性攻击力加5。那4的话是命中加8， 5的话呢是暴击伤害加10， 6的话呢是无视伤害减免加8， 7的话呢是最大攻击加10， 8的话呢是暴击加1%， 9的话呢是攻击力加10。那怎么样升级？ 要透过这个封印石来升级，那这个封印石怎么样取得哈？我们点开来，好，这边商店的话呢，这边可以买，每个礼拜的话呢，可以买10个哈，用金币可以买10个，然后下面的话是刻印石，每个礼拜的话可以买7个哈，一个是9万，这个待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详细的用途。好，那如果说呢你觉得不够用的话呢，哎呀，这个商品这边啊也有提供这个需要台币的这个礼包可以让你买。 啊，一个750块台币，然后里面的话呢有600钻跟这个100个封印选择箱，就是有这个封印石跟刻印石可以让你选。好，刻印石的话是用来刻印的，待会我们会讲到。好，那可以买5次。那如果说呢还不够用也没有关系，每月礼包这边也有卖哦。啊，这边的话呢有卖这个封印礼包，好，2500块的，每个月可以买2次。然后里面的话呢就是有4000钻跟300个封印石，还有150个刻印石。 然后如果说还不够用，没关系，还有每周封印礼包，每个礼拜可以买4次啊，一包的话1000块，然后里面的话有1600钻跟这个100个封印石，还有50个刻印石。好了，我们回到这个系统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它取得来源。那我就先买这个金币的哈，充给各位朋友看了。好，刻印石也一起买了，待会就不用再跳过来买。好，那它这边有写啊，当我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1到5的经验值，我运气好。 我可能一次就升级了哦，它这次需要4点的一个经验值，那我们来试看看，成长，2、3、4，也爽，直接升级啊，各位朋友，运气真的不错哎，直接升级啊，那我就直接获得这个最小攻击加3的效果了哈、哦，那接下来需要的经验值变多了，变成7，好，那一样的哈、哦，这个，哇靠，这个需要的封印石变更多啦。 好，变成需要10个，我本来以为是5个、哦，变成10个了。哦，那10个的话呢，可以获得1到5的经验值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需求量是会越来越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刻印的部分。刻印的话呢，它是需要等级的，好、哦，成长等级到3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这个刻印。那刻印的话呢，就是需要这个刻印石，那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展示，哦，要到3级的时候才可以展示哈、哦。估计如果说无刻的话呢，可能要一段时间，因为每个礼拜能够买的数量是有限的。好，那刻印的话呢。 它可以获得相对应的能力，好，5就代表说可能有机会什么东西都没拿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一下哦，5，它有分54.54%，稀有35.45%，然后史诗是9.091%，独特是0.909%。这个比较前面的几率比较低，这个应该是独特的了哈，就是它这边的话呢会同时显示能力值跟颜色，好，那这个目前的话有3项，但是它应该。 会有5项，为什么？因为效果这边的话呢，有显示啊，当你拥有几个颜色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相对应的一些能力值啊。譬如说刻印的话呢，如果说你刻出来的能力值都是属于那种稀有等级的，拥有3个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攻击力加10的效果。好，这个是1个有攻击力加3，2个有攻击力加6，3个有攻击力加10，4个有攻击力加10，5个有攻击力加25。它列到5个，总不可能刻印只有3个嘛？它应该会随着成长的等级上去而增加。好，那它需要刻印石才可以使用。这边的话有几率表，好，那还有它相对应可能可以拿到的一些能力，有命中加6 ，PVP 命中加8 ，BOSS 命中加8。好，那越好的能力呢，它的几率就比较低。那越普通能力呢，它这个加的能力，好，这个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点。 这个命中加3，几率是 2.19%， 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更高的，哎，没有哎，它就只有 2.19% 跟 0.244%。好，那有稀有、史诗跟独特3种颜色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这个效果。这个效果部分的话呢，稀有是这些，然后史诗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哦。如果说呢你拥有一个史诗，你可以获得攻击力加3跟防御加3的效果。那两个史诗可以获得攻击力加6跟防御加6的效果。那三个史诗可以获得攻击力加10跟防御加10的效果。那四个是攻击力加15跟防御加15的效果。五个是攻击力加25跟防御加25的效果。那独特，我们来看一下独特。独特的话呢是这个哇，更漂亮了，还多了命中啊！好，我们就不一一念了。我们看全部的话，哈，全部都完成的话呢，是攻击力加25，防御加25，命中加25，以及增加技能造成伤害4%啊。这个就是成长刻印跟刻印所拥有的颜色的相对应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再看一下下一个、安提温的愤怒，这个也是一样的哈、就是需要这个封印石来给它升上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啦，不一定要一直升哦。你可以像我现在啊，我可以升它，好，因为它只需要5个封印石。我们可以用这种金字塔的点法，好，这个升完之后升这个，再升这个，再升这个，好，再升这个，然后有多余的资源再升，好，慢慢的升上去，不要一次都给它堆这一个、因为它需要的资源会比其他的资源还要多很多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提供的能力只是比较偏防御的哈，跟闪避的。好，1级的话呢，有防御力加3的效果；2级的话呢，是暴击抵抗加1%；3级是伤害减免加5；4级是近距离闪避加10；5级是远距闪避加10；6级是魔法闪避加10；7级是暴击伤害减免10。然后8是 PVP 暴击抵抗加 1.5%；9的话是防御加10。然后刻印的部分的话呢，它这个应该是跟其他都一样的哈、这个刻印的能力都是一样的。那效果的部分的话呢，看起来是一样的哈，所以很恐怖欸，这个封印的系统哦，如果有一些大课长他认真搞上去的话呢，他的能力只会多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们就点一下这个防御的哈，防御的也蛮重要的。OK， 看有没有机会又一次给他升到1级。来了，2，还有吗？没了，获得2点的经验值，这个就没有升上去的哈，估计还要再一次。好，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安提温的疯狂，这个是加血量还有血力，还有这个 HP 恢复的哈，血量恢复的。然后刻印的部分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效果的部分的话呢，好，跟前面2个都是一样的哈，主要是成长有差别。好，那成长的话呢，就是需要大量的封印石才可以升上去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这个安提温的憎恨，这个是增加打架的。好，1级的话呢 ，PVP 攻击加5。2级是 PVP 暴击加1%，3级是 PVP 闪避加8%，然后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各位朋友就自己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它相对应的能力。那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，好，一样的哈，这个也是一样的效果，一样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安提温的悲叹，这个的话呢是属于加抗性的啦。1级的话呢是其他异常状态抗性加 1.5%， 那2级是恐惧抗性加，哇，我怎么跳走了？啊，我在委托了，我换地图了。一样回到封印。好，那2级是恐惧抗性加 1.5% 嘛，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我就不一一念了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刻印的部分的话呢，也是跟前面都是一样的，效果组成也是都一样的哈。这个就是这个好，今天新出的封印的一个系统哦，各位朋友，如果说啦，你的资源如果说还有预算的话哈，就是你还有一些余裕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系统可以搞，可以增加蛮多能力值的。OK， 以上简单的分享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啦。祝福你们这个封印好系统能够升级的很顺利的，拜拜。